我是 Rebel， 就是107年8月26号，高雄捷运凯旋站 R6， 22:16，所拍摄的是高雄捷运，绿色高雄捷运，三辆的一组的高雄捷运列车。哦，最后一班车往冈山。有些片刚刚在很多都点不到，就刚刚片啊，我不能错过一班了。我现在的话一般都不能错过一多，因为它是这个末班车。有些片刚刚在很多都点不到，就刚刚片，我怕赶不上末班车，我就完了。下一班车5分钟后抵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把它在很多都丢我们大局观上面。然后高雄捷运的月台，就是它的地下月台都是全罩式的月台们，比方台北捷运，台北捷运还有那种没有全罩式的月台们。对，那是凯旋站的傍晚，然后上面的话，很多都点不到，就刚好面，来个支持的见，拜拜。因为他最后一班是23:56还是59分，反正快接近11点。所以我现在每一班都不能错过。还蛮忧郁。那相片的话，在明德都点不到，就刚好面凯旋站。好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